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,尼,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 嗯、呃，请打开两百零五页，最后倒数第二行啊。他说：“问一切法空，悉中无相，何成众善？其有相之心啊，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啊。那么呢，都是。” 中就是呢，依据啊，那么呢，这个无相啊，像这个无住为本啊，无相为宗啊，啊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一切法呢，都是以无相为宗啊，修行的方式啊，那么何成众善，其有相之心？为什么呢叫人家布施啦、持戒啦、点灯啦、供花啊，乃至于这个？ 啊，然香供佛等等，啊，为什么讲这么多的这个善法？其有相之心，这样不是有相之心吗？啊，应该是说以这个无相为宗啊，无住为本啊，这样修行不是最就近的吗？啊，因为一切法空嘛，为什么要修那么多的呃善法啊？那么回答说，以诸法毕竟无所有故，则有万善思维啊。 那么，因为一切法毕竟空啊，毕竟无所有，因此呢，才有这个幻善啊，所有的善法的思维啊，比如说菩萨的六度万行呢，才能够成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等等啊。若诸法有决定性者，则一切不利。啊。 如果一切法呢都有固定性的话，都是决定性，不能改变啊！一切法都是，呃，不是空的话，一切法是实有的话，则一切不利啊。下面说故般若经云：若诸法不空，即无道无果啊。无道道旁边写因呐啊,啊，道就是因啊，比我们修道是因嘛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正果。 啊、呃，是果嘛，哈、啊！如果一切法不是毕竟空的话，那么就无因无果了。为什么叫无因无果？比如说，一切法如果不是毕竟空的话，我们凡夫啊，永远是凡夫，不可能做佛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狗啊，小狗永远做小狗，不能做人，对不对？那么鬼道永远做鬼道啊，不能超生啊。那么天人永远天人啊，它不会掉下来。 堕落啊！那么如果如果诸法毕竟不空，就是诸法有实性的话啊，那么呢实性的话，那么就没因没果了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一切法没有实性，一切法无我，所以我们凡夫为透过修行啊，布施持戒行善啊，发菩提心，我们将来能够正果，能够成佛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 那么因为没有固定性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有固定性啊，那我们女众永远是女众，那么也不可能变男众哦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天生下来愚痴永远愚痴啊，不能开智慧，对不对？那么有钱人永远有钱呐、啊，那么我们的贫穷永远贫穷嘛，啊，所以因为一切法呢，啊，都是无自信啊，一切法都是毕竟空，所以呢，毕竟空呢。 啊，所以能够建立一切法。如果一切法有实性的话，就不能建立一切法。那么我们凡夫也不能成佛、哦、啊，地狱的人也不能解脱、哦、啊。那么就像有外道说啊，人永远是人啊，因为呢，神呢造了人，那么人生的天堂还是人。那么如果神造了狗，狗生的天堂还是狗啊？那么狗如果下地狱也是狗啊？ 那么呢，这个呢，就是它永远不改变了、哦、啊。那么所以呢，狗不可能变成变人，人不可能变成上帝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呢都有固定性嘛啊。人是被造者啊，他不是造物者啊。那么呢，狗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人，都是这些动物啊，都是造出来做陪衬的啊，陪衬我们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 那么所以说，如果诸法是不空的话，那么就无道无果，就无因无果了。那么因为诸法没有实性，诸法毕竟空啊，所以才能够做种种的善法。我们布施啊，才能够得福报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忍怒呢，才能够得相好。啊，能够把这个不好的相转成好的相啊，把没有福报变成有福报，对不对？ 那么呢，我们呢不杀生，那么就能够寿命延长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一切法不是毕竟空的话，那就不能改变了啊。人天生下来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没有说人天生下来啊就是这样，因为呢，人是、欸、透过努力会改变嘛，对不对？透过读书啊，努力呀、啊，那么这个会改变嘛，啊？ 所以呢，因为诸法没有实性嘛，没有固定性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两百零五页这边说，啊，这样连贯下来就知道说，因为呢，以诸法毕竟无所有，则有万善思维，因为诸法毕竟没有固定性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布施就能够得好的果报啊，对，我们可以消灾增福会啊，对不对？如果 诸法毕竟固定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能消灾呢？怎么能增福慧呢？啊，所以因为毕竟无所有，才有万善思维。如果都不会改变的话，佛就不用叫我们布施了。你再怎么布施，还是一样嘛，就那个就是宿命了啊,啊。再来说，若诸法有决定性者，则一切不利；如果诸法是决定性的话，那么呢，一切法都不能成立了，对不对？啊。 如果没有固定的话，啊，那么就不能改变呐、啊，啊，不能改变这个树长出来就这么大，永远不会长大吗？啊，因为它是无常的，所以树会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房子会越来越来越旧，对不对？啊、地球呢会沉住坏空，啊，因为呢它没有固定性嘛。如果有一切的固定性的话，那么地球永远不会变。像以前的人认为说。 啊，天永远是天，天长地久，啊，天也是很长啊，地也是很久啊。古代人认为说，他没有看过成住坏空，他以为天就是长的，啊，地就是久的，所以我们说天长地久嘛。那么人是有有限的，但是呢，宇宙是天长地久的，啊，那么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啊,啊。如果有固定性的话，这个一切法都不能成立了，啊。 那么如果有固定的话，就不会春夏秋冬啊，对不对？夏天永远夏天吧，不会变成秋天，不会变成冬天啊。再来，故般若经云：若诸法不空，即无道无果。如果诸法不是毕竟空的话，那么就无因无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修修布施也不用布施了啦啊，那么持戒也不用持戒了。所以佛法说因缘不是呢命定论。 啊，不是说啊，这个命是这样就这样啊，不是宿命论。那么佛法说因缘不是宿命论，那么佛法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断灭论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不了解的，以为说啊，佛法说啊，这个是业啦，啊业就变成宿命了吗？因果就变成宿命了，宿命就不能改变了吗？这是误会了啊。那么佛法说空，有的人认为说啊，都没有啦。 啊，那么毕竟空都没有，那么呢，这个就是误会了啊。所以说，诸法不空的话，就无道无果，就无因无果了。再来，《法句经》云：啊，说菩萨于毕竟空中自然建立啊。菩萨在一切法毕竟空当中啊，所以菩萨就很努力啦。怎么努力呢？庄严净土啊。 度化众生啊！如果世界不会改变，那就不用庄严净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啊，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啊。那么不会改变，如果不会改变，人家菩萨就不用想说哦，将、啊、来会进步，会更好啊。那么呢，自然建立呢，就度化众生啊。如果众生不能改变的话，菩萨干嘛要去度他啊？ 所以菩萨在毕竟空中，因为一切法没有实性，没有恒常性啊，所以地狱呢，众生呢可以变菩萨啊。那么人呢、啊，虽然现在呢啊是有权有势，但是造恶呢，将来是受果报啊。所以在毕竟空中自然建立啊，《金刚三昧经云》云啊，所以简单说呢，空呢。 啊，我们呢要知道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因为有空所以能够建立一切法啊，所以在中论说，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因为一切法毕竟空啊，如果不是毕竟空，因为一切法都是毕竟空，所以一切法就能够成就了，都能够成啊啊，如果不是毕竟空的话，像刚波尔经说，如果诸法不空的话，那就没因没果了啊。 因为诸法是空嘛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有的人呢、啊，误以为误会说啊，佛法讲空啊，什么都空，那就不用做最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空不是这样的，空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呢没有实性，所以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啊，只要透过努力啊，修行呢、啊，凡夫可以做佛啊，因为凡夫不是永远是凡夫了、啊，啊。 我们业障重，不是永远业障重，我们也可以消灾啊。那么呢，我们也可以呢，转烦恼为菩提啊。如果不是毕竟空的话，烦恼永远也断不了啊。我们永远做凡夫啊。有的人就会认为说啊，没办法啦，我就是这种习气啦。啊，就是因为要修啊，所以才要改啊。如果自己认为说，哎、啊、呀，我就是改不了，啊，那就是一种自己认为有固定性。 啊，所以说空不能执着空，那么说有不要以为说啊有因果啦，那个就等于宿命了啊，不是认为说它是实在。金刚三昧经说：若说法有一，四相如毛轮，如燕水迷倒，为诸虚妄故。哈、啊，那么呢，如果说法有一，啊，就是一就是有实有的一个法。 认为如果认为法是真的有的啊，这个法是有存在的啊。我们说法我执就是认为法有一个同一性啊。什么叫同一性？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啊、呃，任何一个东西是这个就不是那个啊。比如说如果这个是引磬，它就不是木鱼了，对不对？它是引磬，它就不是木鱼了。 那么我们认为说，一个法它就是有同一性，它今天是银庆，啊，它就是银庆啊，它就不是木鱼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如果依照佛法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拆串平盘，进从金出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这个银器是金的，那么但是呢，如果因为因为因缘的关系，这个金子可以做法差，做耳环，金子也可以把它融成项链。 可以做戒指啊，这个金子也可以改变，再把它做成佛像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金子可以改变啊，那么像可以改变，这个体呢不改变，但是呢，这个像它没有一个固定像，但是呢，我们会认为它有一个固定像。啊，认为说啊，这个这个这个是固定的啊，所以叫做若说法有一啊，如果认为说啊，这个法是实有的。 那么实际上呢，四相如毛轮啊，那么呢，认为有同一性的这个相啊，实际上就如同毛轮呐、啊，啊，毛轮就是说我们呢，如果我们眼睛上面有头发啊，会有一个毛屑在眼上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看到空中有一些啊奇奇怪怪的像，啊，对不对？ 就好像有的人说，呃，我之前问人家是那个叫做什么，呃，飞蚊症哈。我说问说什么叫飞蚊症？有人跟我讲说，飞蚊症就是我们眼睛这样子，还、啊、会看到空中有黑黑的一点，这样跑跑跑跑跑跑跑。实际上有时候啊，我们如果眼睛上面有毛的话，也会看到有个东西这边跑，然后你眼睛往跟着看呢，它就一直跑啊。那个叫做毛轮呐、啊，毛轮就是眼睛上面啊。 啊，有如果有灰尘或者是怎么样，就会在空中看到那个好像真的有那个，实际上是没有了，是因为我们眼睛有问题啊，所以才生才长出看出那个东西啊。那么这里说若说法有一事相如毛轮，就是说如果认为这个法是实在是有的、固定性的，那么其实这种固定性呢，就好像我们眼睛啊有那个毛穴，所以看到那个空中有轮一样啊。 实际上是没有的啦，哈，就像我们说啊，呃，这个如果我们说啊、呃，头晕啊的时候呢，哈，那么或者蹲太久起来的时候啊，哈，这满摸天转金屌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假的啦，哈，那么呢，这个就像说，如果认为有法是实在的，就好像那个啦，满天星一样，都、就是没有的啊。那么如愿水迷倒，为诸虚妄故。 燕就是阳燕啊，阳燕，太阳的阳，阳燕就是说，因为太阳很大，然后我们在大地上面，或者是在柏油路上面，看起来好像有水的那个感觉啊。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，我们看柏油路远远的啦，啊，那么好像有有水气啊，那么这个叫做阳燕啊。阳燕呢，就如同有水啊，叫做燕水，那么实际上没有水啦，迷倒。 啊，所以在佛经里面说，可路阳燕啊，如果口渴的路啊，看到这个呢草原上面或者是这个路上面有水，实际上没有了，冲过去也没水啊，所以验水迷倒、迷惑颠倒啦实际上没有啊，没有那些水啦啊。那我们在那边奔驰啊,啊，看到有水就跑过去了，看到有水就跑过去。那么我们众生就好像那个可路啊。 那个渴口渴的鹿一样啊，口渴的鹿啊，在草原里面没水啊，看到这里有水哦，就冲过去啊，一群鹿冲过去，实际上没有啊。那么是形容说我们众生在追逐啊啊，这个名利一追逐，看到这里有利哦，大家都冲过去哦，啊，到了最后也一无所得啦啊，哈啊，这里有名哦，大家冲过去哦，冲过去到最后也也没有啦，没有得到什么。 那么迷倒就是迷惑颠倒啊，唯诸虚妄故啊，因为呢，这这都是虚妄的啦啊。那么呢，就像形容说我们众生啊，追追逐世间的事情，世间的名利啊、权位啊，努力的追，到最后不是都没有吗？啊，当要追的时候，以为这都多多实在啊啊，所以我们看世间人呐、啊。 哦，上台的时候就很高兴，下台大家都在哭哈、哦，不知道为为什么上台开心，那下台大家拢开心拢爱流眼泪啊，依依不舍啊，跟那些同事啊、员工啊啊，好像好像很很执着的样子了哈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是厌水迷倒啊，唯朱希望故，依佛法说啊，如果认为世间是有的话，这就是错的。 啊，错的，叫做虚妄颠倒、迷惑颠倒。再来说，若见于法无，是法同虚空，如盲无目导，说法如龟毛。如果认为世间一切法通通没有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法毕竟空嘛，叫做法这个是无啊。如果认为有一个法是无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法呢，是法同虚空，就好像虚空一样，没有没有任何的东西。 完全清清净净的，就好像有人说啊，我们要知道什么都是空啊，因此有人就在想说，哇，那我打坐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时候清清净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世界也没有了，我的身体也没有了，啊，那个就是空性吧，啊，那个就是空性，那是不是开悟了？啊，那么这个法就如同虚空一样，啊，那么呢，那他认为说这个法的毕竟空，就好像那个空虚空里面呢、啊，没有任何的东西一样。 啊，那么呢，这下面说，如盲无目倒，这就好像眼睛盲的人呐、啊，这个无目啊，没有眼睛呐、啊，所以会颠倒啊，就像没有眼睛的人瞎子摸象啊，那么摸到大象的大腿啊，就跟跟人家讲说，哦，大象就是一个柱子嘛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眼睛瞎的人，说什么叫做白色的？ 他说：“人家就跟他讲说，白色的就像雪啊，啊，那他就摸那个雪，下雪的时候摸雪，说啊，原来白色的就是灵灵啦。那个讲不是啦，白色的呢，啊，就是像那个鹅一样啊，啊，另外伊来去摸一只鹅啊，哦、啊，原来迄白色的是啊啊啊，哈、啊，啊啊、叫做白色啊。” <noise> 因为白色会叫，他摸到鹅的时候会叫，伊改讲不是啊，白色的是亲球米粉赶快呐，哦，你就改去摸面粉，哦，原来白色的是嫩嫩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忙的人呢、啊，他看不到什么叫做白色嘛，啊，那么就是讲说我们众生颠倒啊，啊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空性啊，啊，空性就是空。 那么以为就如同虚空一样，什么通都没有啊！这就像那个瞎子摸象或是盲人呐、啊，啊，去体会那个白色一样，他体会不出来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如盲无目倒，他颠倒啊！说法如龟毛，那么呢，以为说啊,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乌龟没有毛一样啊！那么呢，意思就是说有呢，不是真实有啦啊！ 有呢，不离空了啊。那么有而不有了哈、啊。那么空呢，而不空了。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，像虚空这样子的啊。那么如果有人误会空啊，那么就像盲目的人哈、啊。那么再来说，又经云：宁可谤有如虚名，不可谤无如戒子啊。那么宁可谤有呢啊？谤就是呢啊，误会了。 所以呢，就棒棒旁边写增益啦，增加了增利益的益，叫做增益棒啊。增益棒就是说一切法是毕竟空啊。如果认为有一个东西啊，那么呢是有的，这个叫做增益啊。增益棒啊，就是说一切法是毕竟空。那么呢，如果认为有一个法存在，那么那个就是多了的了。 多的叫做增益啊，哈、啊，叫做增益棒啊。那么经典说，宁可啊，我们增益棒，然后执着有啊，就像如须弥山那么大，宁可执着有啦，像须弥山，不可呢棒无如戒子啊。那么棒这个呢，旁边写一个减损，减少的减啊，损害的损，就是说不可以减损棒。 减损棒是说啊，一切法都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像虚空一样，空空荡荡的。这个叫做减损棒。什么叫做减损棒呢？比如说空性，空性里面呢，有具有诸佛的相好啊、庄严啊、功德。空性里面也有极乐世界啊，哈、啊，不能说啊，一切法毕竟空啊，没有什么佛的相好了，也没有极乐世界了啊，也没有因果了。 那么呢，这个叫做减损棒啊，减损棒就是认为说啊、呃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宁可棒有如须弥山，宁可起争议棒认为有啊，执着如须弥山，不可以呢减损棒啊，那么呢认为无啊，如芥子许啊，所以那个大智都论龙树菩萨说，宁取有见如须弥山呐、啊，宁愿起这个有见。 像虚弥山不可呢啊，执五，如芥子许，不能执着有一个五啊，像芥子那么小，也不能执着啊。那么呢，不可以执着无啦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宁愿执着有啊，那么不要执着无，因为执着有呢，才会去修善。以前祖师说，如果我们执着有因果哈，至少还会断恶修善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执着无啊， 那么也不断乐，也不修善，反正都空嘛，啊，那么呢也不会去改改变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可棒无如戒子。论云说，呃，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，故名无所得。诸法实相当中决定相不可得，决定相就是固定的、同一的、不改变的，这个不可得了啊，所以呢。 这个诸相非相嘛，啊，为什么叫诸相非相？我们说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一切法没有固定相、决定相啊，所以在实相当中，决定相不可得，就是说有一个固定相啊。那么知道说诸法呢，啊诸相非相，那么这个叫做故名无所得啊，就是不执着一相，无所住了啊。 那么，但是呢，非无有福德、智慧、增益善根啊。但是，虽然诸法毕竟不可得，是说呢，没有决定相啊，不可以执着一相。但是，并不是说啊，一切法都是空了，所以也没有福德啊，也没有智慧啊，啊，还有增益善根啊，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，比如说我们五戒啊、十善啊啊，那么不能说。 啊，就啊，毕竟空了、啊，就没有佛的福德智慧啊，愿力啊，或者是有人说啊，诸法毕竟空了、啊，没有极乐世界啦，没有阿弥陀佛啦。有的人说啊，那个阿弥陀只是一个呃表法的啦，没有真的有阿弥陀佛啦，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先清净，就是极乐世界啦，不是真的有极乐世界啦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。 起这个无,無的见了、啊、所以就是说不可得，但是呢，并不是没有福德智慧啊、争议善根啊。就我们要知道说，诸法是空没有错，但是不要认为说空这是什么都没有啊。空是讲说诸法决定性、决定相不可得了，没有固定相啊，并不是说没有福德智慧啊，还有这些善根啊。 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啊，我们不要误会空了啊,啊。所以永明延寿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人呢、啊、都误会空的意思，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。就好像我们说啊，这个什么叫做空性？空性好像离开这个世间一样啊。所以呢，六祖就是说，离世觅菩提呀、啊。如果你离开这个世间，要追求空性啊，那么追不到。 啊，那么如果有也是误会啦，啊，所以空性啊不离开这个世间啊。再来说又云呢、啊，邪见人破诸法令空啊，观空人知诸法真空不破不坏啊，就是说邪见的人呢、啊，他认为说哎呀要把诸法破除了，让他呢能够观这个空啊，所以叫做。 破诸法令空啊，那破除诸法让它空。但是真正观空的人呢，知道诸法真空啊，真空旁边写本空啊，真就是本啊，诸法本来就空啊，不用去破坏它啊，它就空了、啊。所以呢，邪见的人認为说啊，这个法都要破除它，然后呢才能够观到空。那么呢，真正观空的人知道说，一切诸法本空啊。 就是真空啊，啊，诸法本来空寂呀、啊，啊，然后呢不破不坏，不用破这些法，也不用坏这些法啦。啊，所以叫做不破不坏啊，所以不坏诸法而能够观空啦。啊，意思是不坏因果啦，而能观空啊，不是说啊一切法都空，那么呢这些这些善恶因果啦，极乐世界啦。 啊，弥陀的本愿呢、啊，好像都是空的啊。那么这这个人呢，就是误会啊。所以邪见人破诸法令空，观空的人呢，知诸法真空，本来是空寂了，不破不坏，所以不用破坏诸法了啊，不用破坏诸法。再来说，譬如下面就譬喻，譬如田舍人，初不誓言啊。田舍人就是说在田。 田的田里的人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那么当然这个是指以前呐、啊，以前盐比较少了哈、哦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盐呐、啊，啊，不会说啊，你参征狼跟金匠一下怂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这样，这是指以前啊。以前呢、啊，可能在深山里面呢、啊，他们没有盐呐、啊，盐很少，或者有的人没看过盐呐、啊。所以这个田舍人呢、啊，就是说以前的人啊，他在山上的人呢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盐呐、啊。 啊，猪不是盐，猪就是本来都不认识什么叫做盐啊。见贵人以盐煮种种肉菜中而死，看到有钱人呐、啊，他们呢就有盐可以吃啊，所以用盐呐、啊、放在种种的肉啊菜当中来配合来吃啊，用盐来煮这个饭菜啊，因为他没看过盐呐、啊，白白的一把啊。那么说这个盐也是啊，像刚刚说啊啊。 眼睛瞎的人呢、啊，人家问他白色是什么，他就跟他说：“白色就像盐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一个盐贴起来，讲哦，我来白谢的是咸咸啊,啊，那个也是盲人的一个譬喻了，啊，那么这个说到盐呢、啊，他就说没看过盐呐、啊，就问说为什么何何以故耳？为什么要把盐呢撒在菜里面呢？啊？” 语言，人家就跟他讲说，此言能令诸物味美固啊，这个言呢能够让种种的食物啊味道更更美、更好吃啊。两百零七页。那么此人呢、啊，这个就是说没见过言的人啊。此人便念啊，他就在那边想，念就是自己想，此言能令诸物美啊，自味必多啊，他自己就想说，哎、欸。 加在菜肉里面呢就好吃，那么这个他就想说：此盐啊，那么这个盐呢，既然能够令猪食物啊味道变美的话，自味必多哇！那这个盐自己的味道一定很好哦，味道一定很棒哦！好、啊，变空超盐满口食之，想说，既然是这个盐能够让它好吃，那个盐本身一定很好吃哦。所以呢，就空超盐，就是说空。 就是只只有拿盐巴呢，抄就是用手抓一把啊盐呐、啊，放在满口十只啊，想说这个盐一定很好吃哦，就抓一把放在嘴巴里面吃了啊，咸苦伤口啊，那么呢，结果吃到这个盐哇，很咸呐、啊，嘴巴也呢啊，这个很苦啊啊，那么嘴巴也受伤很干燥吧啊，而问盐啊，那么呢？ 他想说盐那么好就拿来吃，结果吃得很难吃啊啊！所以他又问：如何以盐盐能做美啊？他吃的很难吃啊！他就说：你怎么说这个盐能够增加美味呢？做美就是增加美味呢？哦，我吃的那么难吃诶。哦，那么贵人语言啊，这个有钱人跟他讲说吃：啊、吃人啊，说你鱼吃人呐啊！只当愁粮多少，何知令美？ 云何纯食盐？啊，这个有钱人就跟他讲说你：“你你是有够鱼吃啊！这个盐巴应该是筹量，就是计算一下、思考一下啊，测量一下要加多少。和呢，就是调和啊，让这个食物美味。云何纯食盐？哪有人家纯纯吃盐的啦？啊，当然这个没有吃过盐的人不晓得啊，以为这个盐很好，就纯吃盐。” 那么有钱人跟他讲说，不是这样吃法，是要调和，调和刚刚好，那么这样食物就好吃了。不是哪有人家纯粹吃盐啊？那么这个是形容啊，形容说有人知道盐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，所以他就光吃盐，结果呢没有好处啊。下面说无智人闻空解脱门，不行诸功德，但欲得空，是为邪见。 断诸善根，那么这是形容说我们呢没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听到空解脱门，听到说啊一切啊毕竟空啊啊，所以呢正空就能够得解脱啊，这个叫做空解脱门啊。如果我们误入空性，我们就可以得解脱啊。他就讲说啊空气啊那么好，哎呀那个我以前好笨哦，我直接关空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波罗波罗蜜就是第一波罗蜜啊。 啊！我不用布施持戒啊，那些都是着相而行啊。我直接来修般若啊，啊，一切观诸啊，毕竟空得二啊，那各这各都怎样都不都要,都要努力的拜佛念佛，对不对？我直接观空就好。所以这个人呢，无智人听到说啊，空是解脱门第一门，所以呢，不行诸功德，但欲得空。 他就不做种种的功德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念佛、诵经、供养、发愿、忏悔，他不做了啊，反正都是假的，那个都是不就近的。我要观空第一啊，所以叫做不行诸功德啊。那么但欲得空，只想要正空性啊。所以有人听到说哇，开悟是最好的啊，就想说那我就直接求开悟就好了嘛。 反正如果正的空性的话，就解脱了啊！啊、哦，就直接想要正空性。但欲得空啊，只想要得空，视为邪见，断住善根。那么这个就是邪见，就好像有人听到盐啊，很好吃啊，就直接吃盐哦，哦那么有人听到空很好啊，就就就不施不思了，不持戒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哎，也只有也只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 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啊，并没有说无所住以后啊就不用布施啊，啊没有说这样子啊，因无所住行于这个持戒啊，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这是要调和来调和，就像盐呢、啊、要调和来吃啊，啊你布施的时候要调和啊是空的，不能执着、哦、啊持戒的时候啊要调和啊是空的，不执着、哦。 啊，我们呢行善的时候、修行的时候都不执着啊，这个空能够调和，这样呢，这个呢福慧两足啊才会圆满哦、啊。那么不能说啊，我都观空了啊，不用布施了，不用行善了，呃，不用帮助众生了，只想要观空啊，不行诸功德了，但欲得空，视为邪见。那么只想要正的空性呢、啊，这个是邪见啊。 断诸善根，就是说没善根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因为呢，他既然不修善法，啊、哦，那么也不修诸功德，当然福福福德不能具足啊，只想要说得智慧，啊、哦，那也不可能了、啊，啊、哦，所以思维邪见，断诸善根，啊、哦，所以空呢，啊、哦，并不是说有的人误会说啊。 修行的是爱修空嘛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能够开悟多好啊！那么有人就回去了，回去就想说啊，那如果有时间呢、啊，我都要我都要赶快呢修行啊，看不能不能开悟啊，挣得空性啊。那么家里的事情也不做啊，该尽的责任也不做啊啊，误会这个、啊。所以空是应该调和在我们的工作啊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事业。 啊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去调和，调和一下才会美味嘛！啊，比如说我们遇到人呐、啊，啊，我们要观空；遇到烦恼啊，观空；啊，遇到这个很烦啊，也要观空；遇到境界观空。不是说哦、啊，我要空，所以我是不爱，我到下面拢不爱走，我这样不爱插，那样、個、不爱插，啊，结果直接出来安内乱糟糟，这样也不行啊！很多学佛的人呢、啊。 刚以为说哦，学佛就是我要关空，我要修行，然后这个就想说啊，这东西世间法啦都要放下啦。弄不来走啊，然后导导致呢这个家庭啊，或者是有人啊就误会说哦，你们学佛以后他可弄派去啊，哦对不对啊？很多了然后呢就只每天就只想要修行呢啊啊,啊该做的事情不做了。 啊，这个就是误会，所以空是要调和的啊，调和在诸行，调和在行住坐卧，调和在生活啊，在工作，在一切的呃，我们的责任工作里面啊。再来说庐山远大师是涅盘经》啊，庐山慧远大师他解释《涅盘经》，他说：“问云，若无所得，云何作善？”啊。 在涅槃经里面说，既然一切法不可得啊，啊，为什么要去行善呢？反正行善也是空啊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也是都是毕竟空啊啊！有人就问啊说，说既然一切世尊你说一切法毕竟空，为什么要去修善法？为什么要不杀生、不偷盗啊？那么就毕竟空就好啦。啊！佛答：明珠众生现有佛性，当必因果啊。 如子在胎定生不久，理须修善啊。那么佛就回答说啊：众生现在啦、啊，每个众生都现有，就是本有，本有佛性，现就是嘞现成的啦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现有，现成的，就是说众生都有佛性，每个人众生都有佛性，当必因果都必定做佛，得阿耨都有三藐三菩提啊。 孺子在胎定生不久，就好像这个儿子啊，已经小孩已经在在母胎里面了，定生不久，这个小孩不久就会出世了，就会出生了啊。但是呢，女婿修善，但是呢，必须要修善啊，才能够呢啊，这个让这个呃佛性显现啊啊，比如说。 这个儿子已经在胎里面呐、啊，那么也是要看医生呐、啊，也是要吃饭，也是要保养，这小孩子才会生出来嘛。不是说哦，现在已经有了啊，那什么都不做了，小孩子就会生下来嘛啊？所以呢，就我们众生本有佛性，一定会啊成佛，但是呢，理须修善，还要修一切善法啊。那么所以说。 金刚经说：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有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不能说啊，我本来就有佛性啊，我得是佛啦。很多人学佛、啊、就说啊，那不能讲得是佛啦，那个佛啦无开叫啊啊啊，四、嗯啊、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、啊、个、啊啊啊、阿弥陀佛，大概拢边大汉啊，无那个大细汉啊，讲四法平等，唯有高下的讲、就是，是法平等无那个大细汉。 无要讲什么，你是佛，你是菩萨，我是众生，大家拢同款啊。啊就是讲，拢超边大拢爱做细啊。所以呢，他就觉得说啊，我就是佛啊啊，那我又不用断乐修善啊。但是《金刚经》说呢啊，要修一切善法，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所以不能说啊，我本来就本性剧组啦，什么都不做啊。所以理须修善呐、啊。 就像这个儿子啊，已经呢啊助胎了，那么也要营养啊，对不对？也要运动啊，也要调养，这小孩子才会好好的生出来吧，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有佛性啊，也要好好的修啊，好好的保养啊，要断恶修善啊，要慈悲喜舍，才会生出这个佛果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会生地狱果出来呢，啊！所以这个佛就回答说。 啊，是这样啊。又问我今不知所趋入处，云何作善？那么又问了说啊，我之前不知道说我们要去入什么地方啊？那我为什么要做善呢？啊，那么我我修行要去入何处呢？因为他认为说，哎、啊，一都是空啊，空就是没有啦，没有做善，最后做什么呢？啊，佛答呢，有如来藏可以驱入，宜修善业。Yeah. 啊，佛说啊，众生都有如来藏啊，都有佛性啊。啊所以呢，我们呢可以驱度啊，可以成佛啊，所以呢，宜修善业啊，不是说毕竟空啊，都没有了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说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啊，佛性众生有佛性啊，那么佛性呢，我们可以趋向啊，如果我们修的话，就可以成佛，所以宜修善业啊。 所以有些人呢、啊，认为说啊，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啊，或者是二圣人呢、啊，他觉得成佛太困难啊，或者是外道啊，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佛啊，只希望神佛来救他而已啊。那么呢，不知道有佛性，所以佛陀说啊，我们有如来藏，有佛性呢、啊，我们呢，如果修行的话，就可以驱入啊，就可以成佛。所以宜修善业啊。 我们呢要修这个善业，慈悲喜舍这些啊。那么意思就不能只有讲说诸法空了，所以这几段都是在讲说、啊，有的人误会空的意思啊，一一空就是不可得啊，或者是有人误会说哦，本性就是佛啦啊，就不用修就有佛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持戒？为什么要吃素？为什么要要要念佛啊？那么很多人都这样想。 很多很多啊，很多都误会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呢，虽然毕竟空啊，但是不能说不断的修善啊，因为有的人误会说，哎呀，这个都是空啊为什么还要修？为什么还要修善法啊？再来，红明吉云，或有,有二取一空，以生断见啊。如果有的人拿二取空，二就是呢。 错误的啦，或者是不正确的，取于空啊，就是执着空。有的人叫做恶取空，是以身断见。断见就是说，哎呀，反正都是空啦、啊。哎呀，你够戆啊主心就是佛，那你供什么佛呢？家己朝拜开要紧呢。哈、哦，我供这尊开要紧，对不？己家己先接啊，先推啊，对不？啊，你可以想要供佛，对不对？啊，自信呢，就佛不供养啊、哦，要供养他佛。 这个叫做恶取空啊，生断见，断剑就是叫人家不要断恶修善啊，对吧？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啊，对吧？啊，你个做你个鸡啊，我给你里去获得你赶快啊，无惊无见，在你的心内啊。那点公心没没使假，没使假酒，没使假吧？这都是一种断剑啊！啊，叫人家不用断恶修善啊。 那么说之于口若同，用之于心则易啦。啊！意思说有些人断见啊，用嘴巴讲，用讲快啊，但是呢用之于心则易啊，用嘴龙讲讲快哦，一、啊、嘛是龙空啊，一嘛是龙盖脱啦，但是心得不是安那样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像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也都是一样啊，大家都在都都说心口不一呀、啊，哦、啊。 说、so, 嘴巴都说啊，都是平等啊，要正义啊，要公理啊，要法治啊，啊，但是做出来都唔是安尼呢？还是处讲，大家拢咪要讲，爱民主啊，爱有制度啊，啊，爱下骹拢学别母啊，啊，冇免制度啊，对不對？冇免依法、啊，毋免依法行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之于口若筒啊，所以咱若听人讲逐、这个讲，即、这个嘛有利，迄个嘛有利啊，对无你今仔甲一个杀人犯呢，伊有足者道理诶啊？ 对不对啊？一个贪污的人，他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啊，很多的想法啊。所以说，之于口若同，用之于心则异。啊，每个人用心不同啊，嘴巴讲的是一样啊，嘴巴没有人会讲坏话的啦。打个罗马公冠冕堂皇哎啊啊,啊，但是呢，心里面呢各怀这个不同的想法啊，所以用之于心则异。 当然，我们这边是在讲空了、啊、哈，空大家都是说会会说空了、啊，但是每每个人用出来的不一样。下面就说正法以空去其贪，啊，邪两百零八页，邪说以空知其爱，啊，这个就是说一样说空啊，哦，世尊说空，我们要断乐修善，要去除贪嗔痴。 邪说的人呢、啊，爱、哎，先不用空啊，酒肉穿肠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知其爱，贪爱就增加了啊。所以说，啊，因为为什么他说，哎，那个都是空的啊，啊，你修善也是空啊，啊，我吃酒吃肉也是空啊，啊，马上龙感官空啊，啊，但是正法的人呢、啊，用空能够去断除贪爱、称恚，对不对？称心，邪说的人呢、啊、说，啊，东西空。 啊，可是呢，他反而增加他的贪爱、嗔心，哈、啊，比如说他生气啊，那么发脾气，他也说那都是空啊，我马龙菩萨示现的呀、啊，对不？哦，让菩萨示现起去除贪嗔痴，啊，为让邪剑的人菩萨示现呢，而、啊、是增加贪嗔痴啊，所以正法的人呢，以空说一切法毕竟空，他能够去断除贪，邪说的人呢、啊。 以空，那增加他的贪爱、烦恼啊！所以有的人就是误会了啊！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如果真的菩萨知道一切毕竟空，我们要断恶啊，要修善呐，啊，有、啊啊、要改变我们的身口意啊，我们的念头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如果有的人误会的人就是啊，还弄空啊，是什么习气嘛免改，们嗔痴嘛免改。 赶快叫，卡扎龙赶快能不来的是佛啦、啊，啊，那得去拜佛、两佛，爱的主，逼，爱的波西，啊，那么他就是以空来增加他的贪爱，啊，增加他的贪爱，啊，所以空就变成他执着的一个方法，啊，大事体空而进得，小人说空而退散，啊。 大事就是菩萨，知道空啊啊，所以呢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对不对？就增进道德啦，叫做净德啊、哦。小人说空对善，小人说啊，迄种空啦啊，门门功起改啊，这物功改，不关再改，慢慢暴尸啦，对不对啊？慢慢降呼啦啊，因为你呼拢是假啊啊，又、啊、是这假象的嘛，对不對？ 那这,这经典嘛，都是终是理啊，对不？哎也不信啊！所以小人说空会退散，对不对？退散就是说对佛不恭敬，善法也不修，恶法也不断，哈、啊，让他知道空的话，反而更退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知影空啊，一个影空我就啊，我嘛未当杀生哦，啊，我未当做坏哦，啊，好一影空了，就走啊凊彩拢会晒，我白悟嘛，拢叫着空啊。 啊，我们叫做想书啊，啊啊，所以呢，就变退步了啊。小人误会空了，就退散啊。良友<量>反用正言，以身邪止矣啊。良就是实在，实在是因为反用正言，反就是颠倒，颠倒用啊。把这个正确的正法的语言呢，做颠倒用，叫做反用正言呐、啊。 就是因为啊，人家说空啊，就是要断恶修散。他说空呢，啊不修散，啊，继续造恶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说空啊，啊改变习气啊。那么误会的人说空啊啊，什么贪嗔痴啊，习气都没改啊。都挖后我不来的是福的啊,啊，我那点败福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反用正言就颠倒用了啊,啊，所以以身写子啊啊。啊 所以产生邪执啊，啊、哦，所以下面说不关空以前累，但取空而废散。啊、哦，它不能关空而遣，就是去除啊、哦，累就是生死烦恼啊，它不能因为关空来去除生死烦恼啊的这些拖累哈、哦，啊，但取空而废散。它只是呢取的空，所以呢。 他执着说啊，一切都是空啦，啊，没起改啊，哦，对不对？阿那的功呃，吃素，阿那的婆施，阿那的拜佛，他反而是废弃的善法啊，所以这个颠倒用的人啊，颠倒用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如果真的是菩萨的话，他知道空的话，他就会努力去断恶修善。 如果有一种人呐、啊，啊，跟你说，哇，我嘛是进的空啊，啊，结果一继续贪嗔吃，啊，啊，继续呢作恶，啊，也不鼓励人家行善，啊，就这样放荡随便啊，那么就表示说啊，如果以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说法的话，就这种人就是不是真的了解空性了，啊，真的了解空性的人一定会去断恶修善。 尽德修业，啊，要去利益众生。那么如果，那么他如果有一种人呢、啊，误会空啦、啊，啊，那么呢，看到佛也不拜啦，看到法师也不恭敬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三宝变二宝，二宝变一宝，一宝变大宝，啊，一直是大宝啊，啊，一直是宝啊，春来我们是宝啊，啊，其他的也没有佛啦，也没有法啦。 啊，也没有生啊，啊、哦！如果人家呃真的知道空的话，就是像这个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说，孝养父母啊，奉事师长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，这就是真正体会空的了啊！如果不是体会空，误会的人就说啊，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没有生，啊，没有什么善，没有恶啊，然后随随便便，那么这个就是误会。 误会空的人了啊,啊！真正理解空是不会这样。再来说，又善恶诸法等空无相。那么善恶诸法虽然平等空性啊啊，一切法不可得、啊、无相啊，一切相都是无相。虽然说啊，善恶都是平等的啦啊，有人说啊，都是都是本性嘛，都是平等，都是毕竟空，善也是空，恶也是空，善恶道也是空。 佛呢，净土也是空啊，用水供东西，真简单呐啊。那如果到刀山剑树的时候哦，哎尊啊，真家哀求啊，都无空啊啦啊。哦、啊，当然后面也有讲说啦，啊，讲说啊、哦，有的人平常说空啊，但是如果听一句不加言呢，哦、啊，然后呢，面红耳赤啊，对不对？听到一句忤逆的话，哦，就很生气啊。 这是平常都是说空，但是如果真的遇到那个境界啊，不能如如不动啊，啊，那个不是真的体会了啊,啊。所以呢，虽然说善恶诸法都是平等空性啊，都是无相不可得，但是呢，而善法助道，恶法生障。善法能够帮助我们佛道啊，恶法呢，做恶呢，杀生、偷盗等等恶法呢，会产生障碍啊，业障啊。 对不对？啊，虽然都是空了、啊，但是还是要修善比较好啊。当然，有一人说啊，毕竟空没有错了，那那就他不要断了修善，那以后就去毕竟空的地狱好了啊，哀哀叫的毕竟空啊，对不对？刀山剑树的毕竟空啊。哎、啊，这些做呢，如果他如果真的没分别啊，那那也很好了、啊、哈。啊，如果真的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惨哦，那时候就很严重啊。 所以呢，善法助到恶法生障，恶法会产生障碍啊！啊，故知万法真性同意如意，啊！万法的真实性都是同一个真如啦，不生不灭啊！但是呢，无妨因缘法中有万殊矣。那不妨在因缘法当中有万殊啊！啊，就是虽然都是一真法界啦，但是因缘法不妨呢，有一真法性当中。 产生的十法界啊，啊，就像一念三千一样啊，啊，种种的缘起啊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通通是这个一真法界我们的唯心所造啊，啊，虽然是同一个真心，但不妨在运用法中有很多的差别啊，啊，很多的差别，所以呢，这个差别还是有，不是说啊空都是没有了啊,啊，所以这个是误会空的人。 所以说，误会空的人啊，就把空误会了，误会就变成作恶的根源了。啊，如果真的了解空的人呢、啊，就会断恶修善了。啊，所以就是看了解对跟了解错差很多了哈、啊。那么故经云：深信因果，不谤大圣；三世因果，佛不狂欺。所以经典里面叫我们要深信因果，不要毁谤大圣啊啊，不、啊、要说啊这。 这个语言文字都是假的啦，啊啊，这个经典也是假的，啊，人家祖师啊烧佛啊，啊啊，我们也来烧佛，对不对？这那个那个就是误会了哈、啊。所以经典教我们要深信因果，不要毁谤大圣经典啊，三世因果佛不狂欺，这个三世因果佛呢不会骗我们的啦，啊，不要以为说啊一切都是空。 那么就不信因果，不作善啊，不断恶了哈、啊。实力劝诫，文当不疑。实力就是佛了，佛实力是无所谓嘛。实力就是佛啊。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取的名字啊，这个在、這個、民国初年有一个叫做熊实力啊。改革课这实力嘞，实力的是佛嘞啊。熊实力啊，那么。 这是一个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啦啊，那么实力就是佛啦啊，佛呢劝诫实力劝诫文当不语，佛教我们要深信因果啊啊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恭敬三宝啊，这个应该不要疑惑了啊。而为善恶都空无损益乎啊，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啊，怎么可以认为说善恶都空？ 而无损益啊，损益就是损恶益善啊，下一下啊，损恶益善啊，我们说多多益善啊，那么损恶呢，损就是损恶了哈，那么无损益就是说不用损恶益善啊，不用断恶修善喽、哦、啊，虽然善恶都空，但是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断恶修善喽、哦、啊？ 所以实际上善恶都空是要菩萨才能呐，啊、哦，菩萨是他已经断恶修善以后，然后呢佛跟他讲善恶都空，不要执着有善啊、哦、可修有恶可断，这是对菩萨说的，因为菩萨他已经断恶修善了，所以才跟他讲说你不要执着善恶哦，善恶都是平等无恶的哦，啊、哦。 啊，如果我们凡夫一听说啊，善恶都空，啊弥等门修啊，啊，边边啊，不用断恶修善。所以呢，善恶都空是对菩萨来说的啦，啊，那么呢，不是说无损益，就是不用叫我们损恶益,益善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说损之又损呐、啊，啊，以至无为，对不对？善恶法要损之又损，损恶，那么善呢，啊，那么要多多益善哦、啊。 哦，越来越多啊，所以呢，善恶虽然都空，但是并不是说、啊、不用断恶修善啊，没有损益这些事情啊。因为前面有说过啊，善法是助道啊,啊，我们有修善，将来很顺利啊，要行菩萨道啊，要成佛、啊、都很顺利。如果我们断恶的话，将来业障很多啊，啊那么呢，障碍很多，障道。 再来说，务法眼明了，无法不悉；舌相广场言无不实。啊，那么法眼呢，就是佛的法眼啊，是明了，所以无法不悉啦啊，所以佛啊，叫我们要断恶修善。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对不对？这是佛所说的啊啊。那么无恶无善呢？ 啊，当然体性是这样，但是用还是要断恶修善啊！不要听到说无恶无善，哇，太好了，安、啊、那就拢唔变啦。我们讲继续造恶业，继续贪嗔痴，给续这类呢酒肉穿肠过咯，啊，那么那都是误会了。再来，舌相广场延误不死。舌相就是广场舌相就是佛啦。佛说法用广场舌相嘛，啊。 那么佛呢，舌舌相既然能够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啊、哦，那么呢，能够有舌相有广长相啊，表示说呢，为什么会有广长舌相呢？就是因为过去从来不打妄语啊、哦，就像这个啊，我记得好像是经论里面有说，如果我们三世不打妄语啊，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子，虽然最嘴用作对，不要经常打，容易说谎。 啊，舌头都舔不到鼻子呢。如果沙舌我功别杀哦，舌头伸出来哦，可以附到鼻子呢。再久一点呢，舌头伸出来能够脸到脸呢。啊啊，如果像佛这样啊，从来不打妄语，舌相能骗覆三千大千世界呢。啊，广长舌啊，这舌头很长啊。啊，当然这是他的神通妙用啊。这个舌头能骗覆三千大千世界。 所以佛的舌相既然广长啊，表示说佛呢言无不死」。佛所说的话都是没有不实在的啊。所以叫叫叫我们断乐修善呢，一定是要的啊。所以呃，其西有也，则一毫为万；其等空也，则万象啊皆一啊。那么这个是讲空跟有啦啊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呢。 诶，要先知道说啊，佛啊，或者是呢，这个菩萨呢讲空，就是要叫我们断恶修善啊。那么误会的人呢、啊，听到空反而更加贪爱啊，不断恶啊，也不修善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呃了解啊。如果真正体会空的人呢，就是应该要断恶修善啊。 那么，如果有人说啊，他体会空，啊不断的修善，那可能有误会了啊，误会啊。那么呢，所以断恶修善呐、啊，啊，这是实际的啊。因为问的人一开始说啊，一切吧毕竟空，为什么一直叫人家修善啊？因为有没有说大师，就像人家说，要供佛啊，供香啊，供灯啊供花啦、啊，乃至燃身啊，布施啊。 啊，随喜啊，劝请啊，发愿啊，忏悔啊，啊，礼佛啊，诵经啊，念佛啊，讲很多很多很多。那么因此问的人就是说，哎呀，黑东西着相而求嘛，那的观空啊，空的是解脱啊，救境意呀、啊，啊，那么呢，记得没明寿大师说，空虽然是很好，但是不是像盐巴拿一把就做来吃的啊，那个人吃的会出问题的。 要修其他的善法功德，那么互相呢福慧圆满。要修诸功德，那么呢如果真正体会空的人，并不是说没有福德相好庄严，没有善法，没有因果。所以真正了解空的人，他会去断恶修善。如果误会空的人呢，就增加贪爱啊。真正呢了解空的人，就会修正身口意。那么误会空的人，以为都是空啊，反正习性不用改。 叫感宽，听众的习性啊，没有进步，所以呢，真正体会空的人，他会更进步；那么误会空的人呢，他又退步啊，不修善法啊，所以呢，善恶虽然是平等，但是修善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啊！啊，虽然都是空，但是呢，作恶呢，就会堕三途哦，堕三途也是空啊，但是障碍就很大，所以佛来叫我们深信因果。 叫我们断乐修善，这个佛广实际上这样说，没有骗人的咯。哦，不要说啊，只听到说一切法毕竟空，哎、啊，让我们修身呐啊。那么如果说，就像以前莲池大师说的啊，他们以前去参访善知识的时候啊，啊，一个老和尚啊就说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结果啊，三五个去参禅的人出出来的时候说。 哎呀，我计是讲这老和尚外教，咁佮讲，迄个是老生常谈嘛。三岁囡仔嘛知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我想讲，伊要教我，我也会开悟未啊？啊，下面是空性未啊？吼，啊那，但是呢，莲池大师就想说啊，善哉善哉，这个老和尚说这样没有错、啊，对不对？难道佛所说的法有离开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吗？ 啊，但但是那个人就觉得说啊，老生常谈啊，这是种老掉牙、啊，对不？你看要们一一一、啊、看还会个拱街、站街、拦个啊看会开悟呗，对不？或者是来这里是看会当证入空性呗，证入空性开要紧了哈，断、啊、了修善可能哦，哎、啊，我们马上打个嘛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认为说啊，空是比较殊胜啊，开悟比较要紧，啊，断了修善可不要紧哦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当然两个都要了。 啊、哦，空也要，那么这些福德智慧啊，修诸功德也要，要两个并行啊，啊、哦、啊，如果执着一个执着有也不对啦、啊，啊执着空当然也不行啊执着空会断散啊对不对？会退步啊，误会的人呢、啊，哦，如果真的了解空的菩萨呢，清凉月啊，常有毕竟空啊，这是度度众生啊，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啊，才去去做这个空的、啊。 但是误会的人啊，那么只知道空不知道有，啊，当然也不对啊。我们凡夫啊，执着有，不知道空，那么也不对。那么菩萨呢、啊，佛、啊、就是空有是圆融不二、呃，同时并进的啊。所以我说这个有名延做大事，因为啊，那大部分的都直空去了啊，觉得以禅宗比较殊胜啊，空比较殊胜，断恶修善那无什么啦，气概两无，普通普通啊，无什么了不起 那就以这种心来去看人家这边拜忏啊、念佛啊、诵经啊，对不对？发心啊、供养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啊、呃、误会了啊、呃、偏差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